估计这个 ZVP 我觉得一个小时吧，一个半小时最多了，有可能打他中间肯定要休息的，要打一个半小时有可能啊、哦，也是中间休息了，我就说比纯的比赛时间、啊、嗯，妈的还有人在投诉说我粤语不标准，妈的废话，我粤语标准我还在这里，我每天都唱歌去了好吗，这什么意思啊，农民好早啊，直接十四，哎不对，直接开的嘛，他直接十四农民下去开矿的，嗯，不让你搞。build 这个 ZVP 还是有点实力的，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反正以前我记得我的印象中 build 还是可以的，这次比赛我希望 build 也能拿个冠军啊，那他如果拿冠军的话其实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一种肯定吧，他也没怎么拿过冠军嘛，都是亚军，每次都亚军，你想想是不是吗，嗯，我觉得这盘主要看 ZS 的怎么打吧，新版本里面 Z 现在的 ZVP 你想想刺蛇加强之后多好打对不对，妈的这个其他的版本里面你现在又没侦查了，你连使徒都不能用了，你怎么打吗，哎，不是不能用，用还是能用，但是要飞得更小心一些，而且能进也那个血量也削了，可以说这个版本的这个PVZ 啊，全面加强了这个重，不能说全面加强重组吧，我觉得全面削了神族。神族有什么嘛？让我把游戏声音弄大点，我稍微弄大点，但没办法了，也就这么大的。嗯，神族也就那个风暴呀，风暴那个四秒晕眩。神族叉子提速了呀，虚空提速了呀。啊，这我觉得没什么卵用的，没有太大用，没什么，这两个兵种打虫族不是很有用。往回飞 VC， 飘不进去啊！现在刺蛇加强了，主要是。哎，刚才开了个炮台，什么意思啊？打了个房子，打了个房子。哦，吓我一跳。反正我是觉得神族削的有点过，要么你这个引刀出来就能闪，对不对，没错，这个是有点过了，我都觉得我对神族还削了人进，你想想人进少二十滴血浪都浪不起来，浪呢还是能浪的，但是呢压力大很多呀，不能像以前那么浪，以前可以不穿衣服到处去外面各种浪，现在你至少要穿件衣服上，不能那么嚣张，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神族削的有点过了，你总要给神族点东西吧，你是全面在削弱，然后给了本来给了个虚空，好像哦给了个风暴，大家感觉这个风暴可能有可挖掘的地方，然后他转手一砍成一个眩晕就没用了，哎，没用的，就算那个风暴也没用的，那可以去搞，太晚了，那个可以去搞那个的呀，有些特定的地图可以去搞别人矿的呀，对不对嘛？不，我把特定地图搬了就好了呀。我就说嘛，你总还是有点开发价值的呀。能进四兵营，这个 ZVP， 这个 ZVP 就正常情况下来说的话是很难输的。Bill 也很聪明啊，在这边等你，不想让你这么快合球。啊，四把刀直接怎么样？直接砍防空还是？妈，不要骗自己好吗？直接砍防空。怎么你看这血已经戳成什么样子了，
直接砍防空这件事情是很不靠谱，除非同族失误。奈斯想通了呀，白球一搞，然后就直接闪烁一波，打一波呢，三框打一波呢，不就是那天我说的那套战术吗？啊，也好像也只有这样做，这样弄了呀。这战术其实蛮厉害的，真的蛮厉害的。农民摸的呢，还挺好的。已经懂了呀，我觉得 Bill 这边那家里面什么都看光了，看了那么多追猎、哎、你就蟑螂刺蛇就可以了，蟑螂刺蛇可以完爆这波部队，你就刺蛇造出来，因为刺蛇本来就加强了，你就造出来就好了刺蛇。哎，我觉得这其实大作为大围巾来说也蛮头痛，要怎么改呢？这个东西，嗯，你稍微动一动，然后你的 PVT 可能又会出现很大的变化。好，升级了刺蛇的射程，加两格射程啊，先升射程再升速度。刺蛇是这样的，他上来是削了一格，以前不是六吗？就这一波呀，就是你防不住这一波这个 timing 啊。以前刺蛇的射程是六，现在出来是五，然后你升级一个射程就变成七，你是对吧？以前是没有射程升，以前没有射程升，现在你可以多一个射程。哎，这波还是有点威力的。有威力的呀，现在他用火杖来拖。怪不得连你这种虫族挡不住。哎呦，他其实没搞清楚，他应该去砸那个棱镜。这砸不掉，三个你怎么砸嘛？屁股、哦、三个半血都不满的，怎么不能砸嘛？可以。他应该去砸那个棱镜，砸了一点事儿都没有。我现在是180点血，是三个能砸掉了。但本来他就没那个，本来血就不满。你现在砸跳的追猎，你怎么可能砸得到嘛？他为什么不砸棱镜嘛？天哪！已经傻掉了，你知道吗？好，跳脸了。不砸棱镜太二了，让别人续了两三轮追猎了。砸呀棱镜！砸呀！哎呀，刺蛇终于慢慢耗出来了，有射程的、啊、这个刺蛇。我倒也蛮佩服 Bill 的。妈，这个哎，这个射程有点远啊。还能顶得住，这射程有点远啊。这手很长啊。六格的火蟑螂，七格的刺蛇。但这波这个兵力好像不能真比、啊、兵不够了，要被跳脸了，其实可以跳脸了。妈的，他刚才跳了一下脸，就送了一波，不敢跳了，好吧。build 这个助卵啊什么的真的很强，但这感觉被无限消耗死了。哎、这有了刺蛇呢，消耗起来还行。也就一口气的。有了刺蛇消耗起来还行。一口气的事。跳脸，哎，这一波跳脸。哦，刺蛇，哎，不好说哎，再退啊，再退啊！妈，这波跳脸有点冲动，稍微。啊，放跳脸了，跳脸了，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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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跳了三波脸，终于跳死。哎，其实就老老实实打刺蛇狗，对不对嘛？出几个蟑螂防了，直接转刺蛇狗。哎，其实我觉得你也不要那么早跳了，你就直接先狗蟑螂毒爆先打嘛，对不对？对。他。追猎一波你就狗蟑螂，我就不信你打不过追猎的，嗯，是不啦？对，你刺蛇待会儿转好了。他这个刺蛇转的太快了，这就是能够干死黄旭东的一个 timing。这战术打不死我的，这战术绝对打不死我。你不是说你现在你不是被这个战术打惨了吗？嗯，你不是你被这个战术打惨了吗？我这个战术打惨是因为我在练九阳神功才被他打惨的。九阳神功，反正战术绝对打不死我的。这种战术你只要稍微看一看，你看到他有一波的意图，你就全力刷兵就好了。现在的火蟑螂打这个打追猎啊，是不会吃亏的。我在想这个神族要怎么改这 PVZ， 他必须要
大围巾必须要修正，不修正的话，这个 PVZ 到后面不不，我们也不要说什么修正修正，这个修正关键是什么？从哪条路开始修？这是最大最重要的。对，从哪条路去？从哪条路去想一想怎么搞？他现在不好改，你知道吗？他改哪个兵种，他随便改哪个兵种都要牵扯到 PVT。PVT 现在本身就不知道方向在哪里。虽然我承认那个导弹车有点猛，但是导弹车猛也并不代表现在 PVT 难打。对，现在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就 PVZ 呢，现在是个很绝对是个很大的问题。他怎么去改？我们现在为止，我反正我是没有想好怎么改。对他，因为没有办法去想，因为虫族你也不能削。你赤车削了之后，你怎么打导弹车？对，现在就是牵扯到 PVT 的问题，他没办法改。改哪个东西好像都感觉有点不对。对，你削虫族就是 TVZ 的事情了。对啊，你就所以你搞半天，你就感觉很难去弄。现在就是，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嘛，对不对嘛？自己想一想。就到底从哪个地方去弄一弄？我相信你们还是比较有才的，光靠我们两个想，肯定还是有些东西想不出来的。对，他们说加强巨像，加强巨像 PVT 怎么打？哦 ，TVP 怎么打？加强巨像 PVT 就没得打了。也不能削弱女王的这个对空的攻击力啊，对空不削弱的话，那解放者你解决不了的。CVT 的这个解放者还有空投你怎么解决？解放者就解决不了。现在 TVZ 的这个节奏，虫族是一般来说没有什么时间去出什么飞龙这种单位的。对。他们说直接把神族删掉就好了。也是回事儿、啊、哈，也是个解法，对不对？也是个解法，对的，也是个解法。然后加强白球生物加成。哎，其实其实我跟你说，真的，在生物加成这件事情上动动脑筋，也许是个解法。嗯，对的，生物加成嘛，反正你对 PVT 又没有影响的。也有影响的呀，怎么会没影响嘛？枪兵不是生物呢？应该不算吧？光头不是生物呢？算吗？哎，你就对生物啊！你先出一个属性，叫对虫族加成。哎，你就对什么小狗加成？你妈的，就这么来？对虫族加成，出个属性。对对对对，可以可以，对不对嘛？对人类不加成，对虫族加成嘛就好了呀。但这个不，这个大围巾绝对不会这么改的。这么改了，他这块牌子怎么挂得住？那不算生物的好吗？枪兵不算生物的。枪兵轻甲单位，但是也是生物的一种啊。好像不算生物单位。好，直接先支开三矿。还是一样的，先知，然后现在完全要看神族选手的智慧了，能不能想点什么奇招？像 Zet 刚才那种，虽然赢了，但是这种套路呢，迟早有一天会被肯定被破的，完爆的。这个套路不严谨的，你打一两盘可以，但是你永远这么打是不行的。这张图其实有个打法还是蛮无敌的，现在这张图你开飞机就好了呀。嗯，开飞机航母现在变强了嘛，虚空也变强了，你可以完全可以开飞机的呀。航母以前小飞机要多少钱啊？以前小飞机要25一个还是15一个？15一个，现在只要5块钱一个。但他取消了乾坤一掷啊，反正你飞航母乾坤一掷用的也不多的。那天我跟你打，我其实出航母想用乾坤一掷，但一直没有这个技能。他取消掉了，乾坤一掷取消掉了。他25一个以前是，25一个，现在5块钱一个，是不是便宜了很多？
现在航母的消耗能力强很多了。其实 PVZ 最重要的还是中期，你看你看现在 Z 打的，他其实所有的战术都是建立在一波的体系下的，没办法，他也没有办法。好，开个炮台。他的打法就很明显的，先用虚空出一个虚空，把你这个路灯解决掉之后，直接就一波了呀，直接那个带那个能进使徒一波了。他不能让你重组运营那么舒服，现在就是运营舒服只有这套蟑螂火蟑螂带狗的那个打法，你的确解决不了。但 Bill 是不是意识到一波了呀？他蟑螂按那么多下去，他蟑螂那么铁，他可能刚才穿狗那一波看到三矿没农民，三矿没什么农民，对。他觉得要一波，但我觉得他意识错了，他觉得是能进骚扰，对，他想不到可能是两线，就是使徒飘一线，然后不过不管怎么样蟑螂多肯定没错，对，防这波就是靠蟑螂。使徒虽然没有视野，但是呢还是很猛的呀，还有虚空，他是不是觉得对方没有出那么多蟑螂吗？这个 build 的蟑螂都没停过。build 刚才被你一波之后，他懂了呀，就爆嘛，说白了就是爆兵就好。Zest 应该飘的时候，这个冷静到家里面再刷一轮，但是他也没想到蟑螂那么多，就 build 优势了。这盘应该没那个了。本来其实 build 就按照这么打，先蟑螂。先出来之后稳定住了再转刺蛇，对吧？对，这样的话就很稳了。啊、这很难弄啊。妈盲人一帮，上去插根管真是稳，我只能说。这你居然走，你能走多少嘛？想不到，想不到 Bill 竟然也悟出了我九阳神功的防守秘诀。不，这个防守秘诀，所有人都知道了，好不好？还要配合九阳神功才行的，好吗？你到底你的九阳神功是什么？我都不知道。两眼一闭补农民啊。然后呢？就是想方设法补农民啊，用最快最快的速度补满农民，然后就说白了，就是眼前一黑，七十个农民起。你错了，不是眼前一黑，然后是合理的补眼前一黑，合理的补农民。那也是眼前一黑，你不要管。哎呀，我所有东西做了侦查的，你知道吗？啊，好好，我反正就是在侦查的情况下，想尽办法补到七十个农民，四矿五基地，然后爆兵，再开始爆兵，人不出狗，一条狗都不出，就这意思嘛，我懂的呀。对呀、啊，我打 ZVT 上来一条狗都不出的，你妈，你敢三兵赢我，我也不怕，我跟你们说，我就直接出张了。我上来拿个东西。你现在就是以守为攻，对不对？先对、啊、前期先防守，不管你用什么套路，反正我就这么守着。反正我你用什么套路，我都能守住。守住之后，我就爆兵爆死，这就是你的九阳神功，对不对？猛不猛吗？好像听起来是有点猛。是不是有点思路？现在我还没练成，我告诉你，练成那就厉害了。你练成第几重了吗？我现在练成了一两重。才是一两重。够了呀，打那种什么五千五左右的够了。那你如果你的意思就是练到九重，那能够打死谁吗？九重你妈谁来都得死，我跟你说。哎，这是偷了个矿哦。这波看立场有没有立场？我这波火蟑螂有点多，主要后面刺蛇有点多，后面刺蛇这个七格射程是有点，七格射程是有点夸张，而且还有速度。对，这可能这个画面可能就是，如果大卫真不改的话，可能永远以后的神族，对，就这个画面了。那必须要给神族加强。这个刺蛇这样怼上去，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前期神族只要骚扰不到东西，就必然是这样的一个画面。Zest 其实还是对这个新版本理解不错的，知道你妈劣势，所以每盘都打中期一波。我们要想想办法，怎么去改啊？想想办法怎么去改？我想一想。
심한다 미래가 될 수 있기 때문에 정말 미친 듯이 준비한 거죠. 근데 한지원 선수는 저우가 버프됐던 걸 활용했기 때문에 주성욱 선수는 좀 더 긴장을 해야 됩니다. 좀 더 타이트하고 상대방 예측 못하는 멘트들이 나와줘야 돼요. 虽然我们是重组玩家，但我们也是要站在公正的角度来说这件事情的。 提速差可不可以改？提速差冲过去加那个加攻击力可以，就冲过去那个先伤害多少？他现在伤害是十还是多少嘛？好像十点。十点的话，以前不是有 bug 吗？以前那个冲锋差不是有 bug 的吗？不是，我跟你说，冲锋差可能可解，因为你如果你出冲锋差的话，对吧？那重组必然要出，那这样的话他出刺责的可能性就会小很多。 有没有道理吗？现在是八点，现在，以前冲锋差过去是多少？40点好像。不可能的40点，有段时间是35点还是4点好吗？刚出来的那个时候，是有个 bug 的，好像35点还是4点？你妈，我感觉那个时候刷一轮冲锋差过去，谁都得死，牛都得死，好吗？不，这个40点太夸张了。那个时候是30点好吗？刚设置的。30点也很夸张，好不好？那时候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到你家里面不是刷10个叉吗？ 然后你基地就没了，瞬间就没了。给叉子加点盾其实也可以，给叉子加的肉一点也可以。对，你就是保证有一点，就叉子跟蟑螂打起来啊，有来有回。不也不行。为什么不行？这样的话就没有人出使徒了。你使徒本来就没人出了，现在你妈的都瞎了。 那也不行，现在想想别的。使徒你PVP会出的呀？对不对嘛？你打人族会出的呀，你人族你冲锋差有什么用嘛？你这说的，你只要加点多加点血，我告诉你，照样冲锋差冲起来。哎，可以冲的呀，没有问题的呀。人族现在又不怕你冲锋差，你冲好了。哎，反正我们不知道现在会怎么解，反正冲锋差呢也是个思路，对吧？我感觉冲锋差是个办法，真的加强一点是个办法。 或者闪电对那个虫族单位稍微输出高一点，对，这个可以有。稍微输出高一点，看战的话，如果闪再加强闪电的话，所有神族都拼了命的猥琐防守，防到出闪电。对啊，那也是个办法嘛。你把以前星际一不就是嘛？星际一不就靠闪电吃饭的吗？有什么区别吗？ 没办法，你不改的话，真的没法打。我们作为虫族选手都看不下去了，有点。闪电不要分级太扯了。刚才我怎么感觉两个韩国解说在说中文呢？没有啊。刚才说了个大家好。 你不要换听好吗？真的呀。好，使徒先飘过来看一眼。妈，这瞎子飘什么飘吗？强行飘进去看呢？那怎么办嘛？就强行看了呀，就只能。其实你这样强行看也不是不可以啊。再飘出去3农民，哎，这两个使徒还是不错的。以后都两兵使徒开了了。 但没用啊，别针对一下就好了，两兵使徒看。没这个图呢是可以两兵使徒的。对，这个快，这个图。这两个使徒不用走的呀。飞了，继续占便宜。飞了又怎么样嘛？你能走的呢，狗速好了。我今天换呀。啊，能换多少换多少，这是对的。换个农民是个农民啊。哎，我又飞走了，气不气？气不气？4个使徒回家了。气的一逼。 有观众问我私房那个猪肉什么时候有啊？这个买不到这个原料啊，我跟大家说一下，以前还能买，现在买不到了。买不到这个原料之后就没办法做。这个肉叫猪腱子肉，但买不到了，菜场买不到。就以前在他里进货的那个屠宰场啊倒闭了。 倒闭了，现在没地方买了，你知道吗？他的屠宰场都能倒闭，我真的也是醉了。赞！赌注啊！
有点堵住什么意思吗？他觉得守不住啊，这波使徒过来堵得住吗？但是堵住拖蟑螂怎么堵不住了？这你妈，哎呀你这种，哎你妈的，这是职业选手吗？哎呀不要说，你不要再说了，你不要再说了，你妈他肯定是为了堵住出蟑螂的啊。我不要听，妈这不搞笑吗？这妈，哎我跟你说 ZS 的现在都有点虚，他不知道什么情况。你觉得是不是 ZS 有点虚不敢飞？刚才飞进去妈直接打成残废，虚虚。香辣蟹是20号发货，香辣蟹和香辣大闸蟹都是20号发货，然后墨鱼仔25号发货，你们不用再问了。这是什么鬼吗？这种重组选手。然后这两天你们拍的这个鳕鱼啊，因为我儿子现在住院，所以说有没时间弄，明天后天把你们发掉吧，反正。他直接两矿提速蟑螂一波了。难道他算到了对方会把这个 BV 打掉？毛，提速蟑螂一波，哎，这个 Zs 不会被提速蟑螂一波打死了吧？这样开这个矿很危险哎。有这个可能啊，有这个可能。他去骚别人，他以为开三矿了吗？能进能不能拖得住？对，能进能不能拖得住？他以为开三矿了，飞过去三矿都没有。没什么机会啊，就感觉没什么机会。真的，这个三 D 点有些危险的。看到二矿啊，看到二本了，应该懂一点的，懂一点。对，稍微好一点。Bill 这边好像转了刺蛇的，我看到。对，这个能进的，其实挂在这边还是有可能，他还是可以稍微稍微稳一下的，不急的现在。对。你要干他的话，哎，这个完全可以啊，三块退了。哎，这妈直接被封了。这打着打着，我感觉这怎么现在就优势了嘛？对，又现在是有优势了。现在他就等这波刺蛇，哎，刺蛇加强了也没有你这样出的吧？对不对嘛？他太依赖于刺蛇了，我觉得。对啊，就刺蛇加强了，你不用这样出吧？我觉得那个路口应该冲不出来，肯定冲不出来。这个局面，那次就想拖一下就好了。对，有点难打。我们就看刺手能不能逆天，其他也没什么了。我不信的呀！这妈，这还占别人便宜，我靠！上面那么多刺蛇，你还叫占便宜？我自己把他 A 了，你打呀！蟑螂对我来说已经没用了，我就是出刺蛇的。这要冲出去什么意思吗？干嘛？我就出刺蛇的。出刺蛇牛逼呢？我不信。我就牛逼。啊，这感觉是还是有点牛逼的。干嘛？还是有点牛逼的。牛逼牛逼，有点牛逼。家里面拖一拖，赶紧拖一拖。哎呦，差一点！现在这次就在这里守着，你出来，我再来把立场。出不来呀、啊！是有用的，这个没用，这你怎么可能出得来嘛？这怎么可能出得来嘛？这搞笑了，这个打的。说难听点，我觉得你真的把路口堵了，然后直接从后面捅过去，对不对？刺蛇是加强了，但是也不用这样吧。你就应该从后面捅的。好了，终于冲出来了，但是又怎样呢？毕竟是刺蛇，不是牛啊！这个刺蛇血量又没加的，你就加了个射程，加了个移动速度而已。这盘打的有太二了，这个 Bill 这盘打的。对，他太注重出刺蛇了，我都没看懂为什么要出那么执着于出刺蛇。大围巾爸爸说刺蛇加强了，干嘛刺蛇加强了就一定要出呢？不是也不能这么出啊！
我知道有时候你会去迷信一下这种新兵种的。哎，就加了一格色层，你说有什么迷恋的吗？就那么回事。哎呀。二比一啊 ，CS 的领先。好了啊，我们要看双方第四场比赛了。哎，他们现在还没有离开战队的吗？我发现什么 CJ 啊，战队衣服什么都穿着。应该要到年底吧，你合同到期吧，应该是。嗯。他们韩国这边还是蛮守合同的。废话，那中国以前也守的呀。你这种大毛，中国出现这种情况肯定是这样的。就是、不是、啊。你先听我说好不好？嗯。你这种大的俱乐部，对不对？你还想就你还想在这块继续做下去，你肯定要守规矩的呀。不是啊，我跟你起。我给你个，我不是说不守规矩，我给你个遣散费嘛，好了，大家啊，这可以的，这可以，哎、啊，这也是守规矩的一种，好吧？不，在中国肯定是这样操作的呀，你留着别人干嘛？你又不做了？对啊，我就说嘛，这个东西就是给遣散费嘛，是好事、啊，就是给你大家来坐下来协商一下，谈笔钱，然后就结束了，对不对？谈笔钱，吃顿饭，对吧？吃个散伙饭，你们也早点出去找新工作，对不对嘛？就是你大家结束了之后，你们也可以去讨生活，对不对？对对啊，我早点结束，然后你们早点出去找新的战队，对不对嘛？你也不要拖在这里了，反正我也不做了。那你大家都舒服嘛？然后谈笔钱嘛就好了呀，对不对嘛？中国都这样的呀。你这样拖着他在这练到年底，然后合同到了，他还不知道出去找新战队，有什么比较人性化？中国是的呀，就是这样的呀，赶紧联系我们呀 ，X Team Dark。不，关键是我们给不起钱怎么办嘛？你先联系我们嘛，我们可以聊的嘛。不，我告诉，不，问题是他联系我们，跟我们联系他价格就不一样了呀。对呀，所以说我让他来联系我们呀。我们联系他可能有点贵，但是他联系我们也许就有的聊了。也贵好吗？只是说可以稍微优惠一点，对不对？哎，这时候就看你的三寸不烂之舌了呀。妈给，妈的三，上来先给他画个饼，画个饼，给他画个饼，我操。X Team Zest, X Team Innovation。都可以、哎、我觉得这个 build 签过来就可以了。对对，太猛了这个 build， 其实在我看来。好了， Z 这盘还是先使徒飘一下，我估计他又要出引刀了。出引刀对吧，然后投一下白球，稳稳的开三矿，然后找机会四击一波。对，其实我跟你说，他打 Bill 有个办法，你知道什么吗？这哥们只会出刺蛇的，你已经发现了，他你妈就靠刺蛇吃饭的。你早点跳闪电，你妈说不定是个打法。他这种出顶刀这种开局，的确现在来说的话，我觉得也算是一种无懈可击的战术。对啊，就是正常开局嘛，就跟两传兵是一样的，我就上来投两个球到你家里面搞一圈嘛，然后我就跳闪电。我就默认你出刺手，就像有段时间不是刺手狗毒爆无敌的那段时间，不是默认跳闪电吗？对的。那么现在你一看那个 build， 就是每盘都出闪电的，出刺手的。但问题他不是刺手狗毒爆呀，他带蟑螂的呀，蟑螂闪电不闪不动了。我白球闪电，哦，那个不朽剑带闪电不能打了，一样的闪完我就合球，对不对嘛？打双喷最强的组合就是不朽白球带闪电，这是无解的。这个组合你用双喷是不可能打得赢的，给你300人口双喷你都 A 不过200人口的不朽闪电白球。
你想以前最早的时候那段时间不是那段时间大家都出双喷吧，你还记得吗？自由之翼、嗯、刺蛇带蟑螂，然后那段时间你是不是憋出两百人口的不朽闪电白球就赢了嘛，根本就打下来战损都不是没有的，一百两百人口打两百人口，对方打来只有七十人口，你可能还有一百五，也是啊，真的，你给你三百人口的刺蛇双喷，就刺蛇加蟑螂，你来 A 那个两百人口的不朽闪电白球都不一定 A 得过。关键是来 A 不是 A 别人，对啊，你来多少死多少，我跟你说，闪电这个兵种呢，防守起来呢是最有用的。好，来了。啊？什么？史丹利快报倒闭啦？什么？那个史丹利快报倒闭，真的假的？我前两天倒闭了什么意思啊？我前两天还在微博上说要去他们那里玩呢。什么叫倒闭了嘛？不知道呀。不做了。他说母公司倒闭了。真的假的？他们哪个母公司啊？史丹微博说母公司倒闭了。哦，母公司倒闭了，就他们那个小组还在了。哎，他们那个其实做的蛮好的，说真的。嗯，真做的蛮好的。武汉沃达叫。哎呦喂，这个，哎，遭中了呀，彪，智力被爆了，怎么办？这个战术就是很贱的一个战术啊，这个战术。他引刀可以砍基地啊，砍防空的呀、啊，这个时候，不防空不用砍，下面有防有那个眼球的 也可以，反正什么都可以，把基地先秒了。这个有点贪了吧？家里面没穿狗了，我觉得有点贪了，这次的，这砍了半天什么都没砍到。哎，也行。我刚才砍基地就大油，对不对嘛？有点太贪了，也还可以，还关键是家里面被穿了波狗。农民又死的有点多，十二个农民死了。这种其实 build 这个节奏还是蛮正常的，没有乱，没有被砍乱。这波顶过去。Zet 有点危险啊、嗯哎、这波蟑螂顶过有点多了。所以我跟你说刚才那波真的他不应该这样打的，把基地砍了，他直接把对方爆发力就小，把直接二矿砍 了，然后对方的爆发力就小很多。哎呦、啊、这两把引刀搞得好，搞得好，这两把引刀搞得好，就按正面了，正面我觉得打不进去，三根水晶也看到了。这也要强打、啊、用得到那么拼吗？这个、但这个兵有点多啊，这波兵。后面这根水晶立场再隔一隔，后面再刷一轮兵。这太远了，这个结冰太远了。哎呦，这几把火，白球还在啊。好，顶出来两个不朽，两个不朽输出打蟑螂很快。我真觉得这个 build 这个 ZVP 啊，就是不是非常强，就是莽。真的不是非常强，他以前不就不咋地吗？都就是靠那个，就是靠 ZVT 吃饭的。这个 ZVP 打的真的是，这种就是强冲一波，然后GG。真打的不怎么样、啊。好了，3-1了，再这样下去的话。冠军就是 Zest 的了。
좀 더 발전됐다는 느낌이 드는 거. 원래 수성욱 선수는 상대방이 뭘 하든 간에 본인이 하고 싶은 빌드를 선택하고 그 다음에 수비를 하면서 역전을 하는 선수였는데 지금 밸런스는 상대방의 치조카를 냅둬두고 수비하다 보면 看这样什么图吧不好打，我想啊，他们还有什么图没打吗？螺旋走廊，然后冰封，伤寒之地，就这三图了应该。不知道会不会打一些新图？不可能的呀！你打那些图是那个战队联赛那个比赛打新图的。嗯。我觉得他们这个音乐还蛮好听的，真的。你有没有学习到吗？这因为你要找的呀，你要有才能弄的呀。对的呀，你又可以去拍桌子了。哼오늘그원하는경기양상을지금만들어내고있어요거의다왔습니다거의다왔어요예마사는빨간색好了啊，双寒之地。这图如果还再赢不了的，就真的没话好说。这个图是可以说是现在的 EP 啊比较好打的地图了，而且这个点位不是一个原点。嗯。神族要面临的这个开三矿的压力啊会大很多。裸双提速狗，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我看了这几盘嘛，我看完之后我觉得神族现在要打这个人 EP， 如果说大围巾不改的话，你必须要灵活多变，你要让对方摸不透你。要想出很多别出心裁的套路，对，你用一些小聪明打，你很死板的打是没有用的。不过也是因为 build 这个 ZP 啊，有点呆。수성우 선수가 전성기도 살아났고 그 심리적인 부분도 앞선다고 볼 수 있는데 앞으로 이제 남은 경기들이 얼어붙은 상황이라 裸双之后先提速两女王，那就要在2分45秒左右开这个三矿，也算是个正常开吧。看怎么搞啊！房子速度其实很重要，你看到神族怎么打，你再做应变，这个是最好的。嗯，没错，还觉得没什么问题啊。VCB 啊，这个感觉像是飘使徒的这个打法呀。引刀吗？还是我？还是引刀？也可以，其实真也可以。这个现在神族的战术很成熟，引刀四兵营，对，然后再三开嘛。我要想个战术，要前期就要去制裁神族，不能让神族这么干。绕一波。好，能力先出门再说。反正你现在的这些东西啊，
彪都看在眼里。彪是个埋地啊，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就正常的埋地，他过去埋你的那个三矿嘛。三矿这有点慢吧，这个三矿。哎，反正先埋个地嘛，到处去做做路灯也好嘛。不是，我说的是你三矿已经还没埋，你就他就可以开下去了。不是，他至少可以做路灯吧？啊，路灯是可以做。生个埋地，一会儿说不定还生个埋地移动蟑螂呢。那不可能，他那么喜欢。干嘛 A 脸的时候 A 脸呀、啊？刚才不就 A 了盘脸吗？你相信我，他还是会放刺蛇塔的呀。他看到了你这个能进，就肯定会放刺蛇塔的。现在差不多啊，我是觉得就是那个Bill 啊，哎呀，他太喜欢爆大量的蟑螂了。这次又是一波了，又这招，对，能进搞一搞，直接不灵可以播。对啊，这招就抓你 timing 啊。这招其实很好防的，你就火蟑螂带狗就好了。但这盘那个 Zs 他是有那个不是又是有埋地的，对，有埋地这个盘不好打，我告诉你。又应该已经感觉到他已经疯狂开始爆兵了，这一盘如果打不过，只能说这个操作有问题。你就蟑螂火蟑螂带狗，他已经蟑螂火蟑螂带狗了，这盘不可能挡不住的呀。对啊，这种先把二矿和三矿的岩石啊，先把这个岩石撬掉，对，再说这种你都挡不住，那就证明你自己的问题了。这种部队是完爆你的那个不朽带追猎的。好的，这边是白酒也没血了。四三矿四基地爆兵怎么可能挡不住嘛？我感觉 Z 前面侦察到有那么多兵啊，咱不打一波了，他运营了。我只能这个开局的确有点完美，对，也能够侦察到你的兵力有多少，这个就很重要。嗯，然后再出毒爆，其实都不用毒爆的，但是放个毒爆中场保个底也没什么问题。我告诉你，如果出刺蛇就赢了。哎，这个部队再配刺蛇挡这波不可能打不过，出毒爆也行，他只要火蟑螂在手也长，对不对嘛？毒爆也行，先不要按毒爆，因为对方也没有什么使徒，都是追的，你按毒爆就有点亏。他要埋地移动蟑螂啊！你待对手是 Z 的，又不是瞎子，待会看到你那么顶了那么大一朵菊花出来，我感觉又要顶一波啊！顶一波他遭重我，我跟你说。这两个白球呢是有点烦，是真的烦。但我觉得 Bill 就我说不出这种感觉，你知道吗？我就觉得他现在已经达到一个迷茫期了，知道吧？我就明显感觉他有点迷茫。我觉得暴兵好弱啊，你有这感觉没有吗？反正我就觉得他现在很迷茫。你就是放个飞龙塔嘛，不就完了吗？你妈烧个毛，就走这种流程嘛，就放个飞龙塔。他对这个能进很不爽。对啊，我放个飞龙塔，出三条飞龙好了嘛，对不对嘛？把能进追一追就完了，然后我就不停的蟑螂火蟑螂带这个狗毒爆。我是觉得第一个他火蟑螂造早了，第二个他蟑螂造多了。对。这两个是他比较大的问题。他埋地蟑螂又是另外一种打法，但问题是，你这个埋地蟑螂是被这个立场，那个不朽追猎三个兵种完爆的，你这有什么用吗？最后变波毒爆拼一枪。
지치고. 그러니까 이런 것들을 묘하게 섞었으면서 이오웨이 못하게 하는 거 하는 건데 지금 그런 모습 잘 나오고 있습니다. 저거 벌베리 장그 쇼다스 많이 두 바다 지는 부대 요즘 뭐 용마. 来看那一场，一场隔起来，漂！哎呦，第二层漂亮，漂亮，漂亮，漂亮。第三层呀、啊，再来一层，然后开始跳，可以，可以。第三层开始跳，这个立场有点帅啊，真的有点帅、啊。你的火不可能永远砸得出来的呀，对不对嘛？关键他这个埋地蟑螂有什么用？有什么意义？他已经打不来这个游戏了，我只能说。Zs 的用部队，你让史努特来，你妈 Zs 的门都出不了。没错，张用追猎这种部队过来根本没办法打的，这就是史努特流最喜欢的兵种组合。来，结束了，结束了呀，四比一呀，妈的就四比一了，手都没还呀，感觉一个钟头都没有啊，九点开始打的，哎、我还以为才打到第三盘，太没存在感了，这个决赛打的，他真的他这个 ZVP 真的理解太差了。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打不出来，他基本功是很好，但是理解真的不行。没错，嗯，哎，他们队的人都理解都差，妈那个小黑肉理解也差了一批。现在我怎么看这个样子好像还要打呢？啊，不我要看有多少钱，是不是300万韩币？哎，他们今天 YouTube 还有1300个人看，还不错了。喂，黄旭东。喂。什么？结束了，那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吧。好的好的，这两天播的也蛮累的，今天就到这儿吧。最后看到那个颁奖吧，大家唉。뭐특별히도움이되었던뭐영상이나혹은뭐그런게妈的现在他们都来找我呀，说史丹尼快报你妈倒闭了，是我奶的，我操。哎呀无所谓了，你说明你奶的好呀。明天啊，明天那个我跟黄旭东会打那个打 M， 要么这样，妈的我们今天把 M 打了，明天我们休息一天。我有点累，明天打。明天打是吧？明天我跟我同学吃好饭回来打，好吧？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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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那好吧，那今天就到这儿吧，今天就到这儿吧。我嗯，哎，明天打 M， 明天打 M。妈的，他说史丹尼说你妈的被我奶过一次之后，他们半年没发工资，坚持到现在就真的假的？我不信呐、啊。然后这不信的，你妈的这种就赖我。不是，关键是半年没发工资，你他妈还在那边拼一枪做那么好的一个节目，我不信呐。真的呀，他们是没啊，那么拼啊？对啊，我靠，你有点毒了，黄宇东。哎呀，不要再说了，我去找他聊聊，我去找他聊聊啊，不要再说了。我去找他聊聊，你们放心。哎呀，啊，直播聊聊，直播不能聊，直播不能聊，一会儿被砍死的，砍死在直播间的。好了好了，那今天就到这里吧，今天就到这里了啊。今天就到这里了啊。